来了，宵夜安排起来，小龙虾，夏天必备小龙虾。在吃小龙虾之前，我们安排一条果冻。哎呀，细嚼慢咽，宝宝们。吃完果冻，我们一定要多喝温水。直接我们配的是茶。他俩搭配完全就是绝了，绝绝子，超级绝！他俩搭配，你吃再多你都不累。龙虾开始了，干龙虾专业户。像夏天，天天就很多人喜欢吃宵夜，跟我一样，暴饮暴食吃的多的，一定要吃果冻。你要是需求高，你就搭配茶。哇，看我这手法先输的。茶喝起来。今天晚上我弟弟也吃12斤。我们都比较能吃。开玩笑。